天的话一样开启直播练习档 ，OK。然后我的环境特别是2007哦，因为如果你版本跟我不一样，有的东西很新，有的东西很旧，那我取个平衡点吧。我想说用2007应该比较折中一点，因为之前每个版本都不一样哈、所以我尽量取大家有的功能啊，不然的话有些没有那就是也只能看 OK， 而且不见得用得出来哦。那首先第一个手机号码那怎么做？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哦。你可以用一个函数叫 test。 那 test 函数的话，基本上它主要是对应到 test， 其实就文字的意思啦。但是实际上它背后的意思应该是 format 就格式化。那什么叫格式化？一般我们如果说我要把这一个资料啊变成三码的话，那其实最简单的方法，你可以选取，比如说选取那个区码的这两个资料好了，就是 H4 跟 I4， 按右键储存的格式。右键储存格式的话，你会发现它会出现这个储存格式的这一个画面。那你可以直接制定一下，制定的话呢，在制定的上方会显示是什么通用格，你把它改成三码000就可以了。000的话呢，实际上按确定嘛，它就是什么，它会出现的，你会发现它就084007。哎，不过特别注意哦。所谓的格式是表面上看到的，跟实际上内容一样吗？其实不一样哦。所以呢，实际上比如说084，它背后呢，主要你要看的应该是什么？看的应该是，应该是上面的东西，有没有？其实，在资料编辑列才是原始资料，其实还是84啦，只是表面上让你看到，以为是以前是3嘛。那可是特别注意哦，如果将来哦，你需要什么呢？你希望能够把你看到的结果，明白？你看到的结果变成真实的，那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说呢，配合一个函数叫 test。OK， 然后把那个什么呢？把000这个参数哈、放在它的 test 函数里面的第二个参数里面，它第二个参数叫 format test 就 OK 了。所以我做的是，也许你在旁边先试做好了。比如说我今天把它 Ctrl-Z 恢复一下 ，Ctrl-Z 好。然后如果我今天希望真正的把这个84变成084的话，那我可以插入函数利用什么呢？插入函数之后的话，用文字类啊，或者全部里面找 test， 文字类里面有一个 T 开头的，那就 test。那这个 test 函数其实我是觉得还蛮重要的，因为很多地方如果你不懂得这个函数的话，真的你会做不出结果来，因为很多时候你会看到的跟你要的不一样，那怎么办？很简单啊，就它就对了。所以很多同学啊，比如要取那个资料里面的什么东西，其实怎么取都取不到取不出来，那你用这个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因为之前很多同学问同样的问题，那我都问说，那你会不会 test 函数，他说从来没用过。那当然了，如果你不会用的话，你这个问题永远没办法解决。好，所以我这边按确定之后的话，他会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的 value 就是你的资料在哪里，资料就是84，所以你就选取84。第二个关键是 format test， 我们刚刚在制定里面不是输入三个零，但是特别注意因为它这个参数是要 test， 有没有 format test？ 那 test 就是文字，文字的话呢，一定要前后双引号。放在中间，是不是说你如果看到以后参数前面是 test 你就要有警觉性，一定要是前后，一定要是一个文字。如果你没有给前后双引号，那它就不是文字，不是文字它就不接受，就错了。记得里面再放三个000，这样就 OK 的。那你会发现按确定之后它就会自动怎么样，帮你把84经过了格式化之后变成084，所以你会发现它最后的结果会吐出来，就是084的文字。那怎么知道是文字呢？你其实可以从那个什么底下这个，我字比较小，对吧？这边它前后一定有什么？有双引号，表示说它就是一个文字了。那如果是文字的话呢，那就等于是完成我们要的结果了。按确定，那也就是如果将来我要把同样的东西串在这边的话，那很简单，就是第一个等于09，因为它是个串接嘛，09前后双引号然后再 end 哪一个呢？ end 这个电信业者，然后再 end 什么呢？ end 一个减的符号，减的符号自己要打一下减然后也是一个文字啦，所以前后一定要说 end
那 and 后面的话呢，就是把刚刚的那个 test 加进来就可以了。那两个方法，要不就自己打，要不然你就直接从前面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如果你要在公式里面呢加上，公式里面加上这个函数的话，请你点选这边清单，然后它会自动帮你把公式加到这里。哦，那加的方式啊，特别的有没有放着 and， 然后这个 test 刚刚用过嘛哈，然后呢它就跳出来，我就把 value 给它，然后呢并且第二个参数就是双引号两个移到中间000，按确定，哎084就 OK 了。那后面的话007啊，其实你就不用重做了，其实你可以什么，因为它这个后面的007规则呢跟这个这边的话有没有减的符号，所以 and 减的符号 test 这个可以复制这个公式贴到后面之后的话，然后把这边的 H4 改成 I4 就可以了，我们这边把它改成 I， 有没有，它这个是 I 了，那打勾一下，哎，这样再快速点两下就大功告成了。 OK 好，那目前来看啊，用 test 我想应该是最简单的方案了。OK 好，啊，之前还用过像类似像什么 REPT 加 LEN 啦，也是做得出来，就是说方法没有这个来的好啊。也就是说呢，同样一个问题哦，你可以想出非常多的解决的办法，用不同的函数，但是啊，最终呢，你要去想哪一个最简单，不是说你想了很多个，最后用最复杂的，但没事不要啊，自己找自己麻烦，一定要想出最简单的办法啊。OK。好，所以啊，这个第一个用 test， 好，这个应该可以理解吧？所以啊，这边的话公式，那你们其实也可以参考那个我们的这个解答，我们上面其实讲义里面都有解答，有没有，是在第15页嘛？好 ，OK， 好，那再来的话呢，年次部分怎么取得？年次的话呢，其实啊，直觉我们讲说，如果几年次啊，因为这个是可能在台湾比较习惯的这种用法哦，就是我如果今天想要取得什么，取得70年次，那我今天呢需求是70过来 ，OK， 然后66过来，但直觉上嘛哦，因为各位有用过 left 函数吧，因为它的位置在前面两个字，所以你可以插入函数，用那个 left 函数，文字类里面有 left 是从左边算过来 ，OK 好，那几个字呢？这个 test 两个字，那理论上你会想说啊，按确定之后的话，应该会是70，可是你现在得到的结果哦，向下填满，你会发现奇怪，怎么会是什么2928？明明上面完全看到没有这些东西啊，这哪里来的？怎么会出现这些东西呢 ？OK 好，所以特别注意哦。这个地方如果你要取得刚刚好就是70的话，那你就可以用 test 函数来做了。 OK 啊，因为以后啦，就是你看到的跟你取得的不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直接用 test 来就可以搞定了。那怎么做啊？如果像这个地方，如果你要把70拿过来的话，要先把它转换。那你想说，那为什么刚刚这个结果哦会是什么29啦、2831这些哦？其实又要讲到关于日期这个格式它背后的资料了。它背后实际上是什么呢？你可以 Ctrl Shift 向下，把这个哦，把它选起来好了。哦，那你滑鼠按右键，把它改成存入格式哦，你会发现哦。它这个地方制定按下制定啊，其实它背后是一个公式，让它变成这样子。但实际上它里面放的是什么呢？你可以改回通用格式，也就是说把它打回原形，按确定。哎，里面是什么？一个数字哎，而且是29846。哎，为什么是28467？哎，这到底嘛？其实啊，官方说法它跟这个日期跟1900年的1月1号相比，相差几天的意思啦、啊。也就是那个他的生日哦，跟1900年相比，他差了29846天的意思。哦 ，OK， 这个才是真实资料哦。但问题，那我们怎么取得他几年次哦？所以呢，如果将来你遇到这个问题啊、哦，你看到的跟你取得不同的话，你可以什么？一
先在这个格式，这个储存格按右键储存格式。二的话呢，就是把它点击自定一下。啊，其实关键哦，那个自定我觉得还蛮好用的，因为哦，说你可以有些格式不存在，你可以自己把它变出来，自己可以在上面做公式哦。哦啊，当然这个另外的哈、哦，那我们主要是把这个地方的公式复制。那复制做什么呢？哈，其实我刚刚讲了 ，test 它主要的作用是，你如果看到的跟你要抓的不同，你可以透过 test 帮你怎么转换成真实的。那怎么转？其实有固定 SOP。一，请你先把这个自定里面的格式复制。二的话呢，把它贴到哪里呢？贴到它的 format test 里面就可以了。那至于里面这个公式里面代表什么意思不重要，反正你就复制就对了。或者有些同学你说老师上面先不要管它了，贴上就对了，你就可以做出你要的东西了。哦 ，OK， 那怎么做？我做一 step 一哈、哦，把它复制。OK， 按右键储存格式，应该每个版本都一样嘛。哦，我做的工作基本上会考虑到每个版本。哦啊，如果稍微不同哦，没办法兼顾。说真的，一般电脑教室上课都是同一个版本，同样的东西比较不会问。但是你们太多版本，剩下的 Mac 的，之前最大就一直有 Mac 同学问我说：“老师，那个 Mac 什么什么？”因为我刚刚不用 Ctrl Shift 向下，但 Mac 里面好像要改吧，改那个快速键。哦，那个可能就不在我可以哦这能力范围了。OK， 好、哦，所以我们来看。所以如果将来咯你要取的资料跟你看到不同的话， step 一，请你先格式把这个自定里面的这个公式复制。二的话呢，把它按取消就可以了。啊、哦、然后再来的话呢，切到这边哦，你就直接再插入什么呢？插入那个函数是 test。我用最近使用过的好了齁、哦、就是类别，因为最近有使用过 test。然后呢，你就直接把它贴到它的第二个参数。第二个参数先加两个双引号，移到中间，把刚刚的那一串东西贴上就好了。那至于贴什么，你先不要管啊，因为说这样，因为又是一大堆的东西，一大堆的文章啊，一大堆要去了解的东西。不过先好，然后 value 的话就直接把生日的 value 给他。所以你会发现哦，其实你可以从这一个公式的旁边就可以看到端倪了，有没有？这个是他带给你的资料，这个是原始的资料。经过了这个格式化 format， 它提供给你的就是一个什么？一个自创的。所以呢，你现在它就真的变成那个样子了。OK 哈、哦，刚刚是假的，现在呢就变真的了。啊、哦，所以特别是哦，因为这个函数太重要了，我发现很多人问的问题哦，都因为不会这个函数。哦、我说你用 test 就好了。他说老师我从来没用过了，那没办法了，所以我常常上课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取这个函数哈、哦。好，那做完之后的话呢，再来按确定。哎，那你会发现两边一样啊，其实不一样哦。这个是假的，这个是真的。真的话呢，再来我们就再把这个公式外面包一个什么，包一个 left。你几个方法，要把它剪下来，或者直接在等号前面加一个 left， 前刮弧。然后呢，再到它的后刮弧地方的右边逗点几个字，两个字，然后呢，再后刮弧，这样打勾就可以了。再向下填满，就产生我们要的结果了。OK， 好，所以你看方法就取得了啦，也就以后你看到的绝对都可以利用 test 的方法哈、哦，取得你要的东西了。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再利用这个资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哦、会员里面呢到底几年次的人最多了。不过哈、哦，跟各位讲一下哦，可能这个还没有结束哦。为什么？因为哈、哦，如果你用 test 取得的资料的话，它一定是 test 是文字哦，也就是这个虽然是70有没有？但实际上哦，它是什么70？它是前后双引号的70。它不等于这个70哦，有没有？这个前后的双引号就是文字的70，跟这个数字的70哦，两边是不 match 的哦。那什么时候会遇到问题？就是你将来比如说你要群组的时候，因为群组的时候它是按照你的数字去做群组，但如果你今天提供给它这个文字，它就无法群组了。所以待会我们会群组，所以如果你没有把它转型的话，
那它就没办法，哦，所以特别注意 test 之后你要确定它是一个文字，那你如何转型，哎，转型其实蛮简单，在那个函数里面如果要把文字转成数字的话，包括我们用过一个函数叫做 value，哦，value 应该蛮常用到的，参考函数其实里面文字类，哦，最下面就是了这个 value v 然后 value，啊，它底下有叙述，就跟你讲说，哦，它这个函数呢就是将文字资料转换为数字资料， OK，哦，所以以后的话你文字要转数用 value 啦，所以其实最后的话再到这个，哦，的外面把它包一个什么，包一个 value 就可以了，所以在外面再包一个 value，哦，value 打一下，然后后刮弧一下，这个意思是说帮我转换了，打勾一下，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它就变成所谓的数字，哦，那不过因为，哦，可能 这个格式里面原来有放过日期相关的，所以它变成什么1900的，啊，没关系，按右键再把储存的格式，哦，改回通用就可以了，通用格式，哦，它又回来了， OK，哦，那你想说为什么会变呢，哦，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变数字了，它会误以为说你是哪个日期啦，因为日期本身背后也是数字啦， OK，哦，所以它格式化成日期，那没关系，你再自己再把它改回来，改回通用，按确定，向下填满，这样就 OK 了。哦，啊，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我要统计什么哪个年次的会员最多的话，一，请你把范围选取。那不过讲到那个枢纽分析表的话，特别注意哦，枢纽分析表哦，最好是正规化。所以所谓正规化就是啊，最好是把栏位名称放第一列，所以啊，前两列建议是把它删掉。因为如果你没有把它删掉的话，哦，就会造成困扰，而且会造成错误。为什么？因为我刚刚讲过嘛，枢纽分析表它要的结构就是要长这种正规化，所谓正规化就上面第一列栏位名称，底下就是资料，里面不要有合并储存格的任何东西，哦，那一把上面删掉，二的话呢就是把什么，把游标放在这个范围的其中一个，插入什么枢纽分析表，啊，哦，他抓到这个范围，按确定。那再来的话呢，我就把什么，把那个年次有没有那个年次拖拉到列标签，再把年次拖拉到词里面。OK， 那如果你把这个年次哈，哦，拖拉到词的时候呢，特别是它预设啊，如果说你这个栏位里面呢，假如说是数字的话，它预设状态会是加总。可是我其实不是加总，我不是说把所有的几年次的人的这个资料全部加起来，而是我要算几个人嘛，所以，哦，我们怎么需要怎么改成几个人呢，特别需要请你把这个值的加总这边有个箭头点下去，会有一个值栏位设定，记得把它改成什么，把加总改成几个，几个的话是什么项目个数，哦，其实就是 count 吧，加总就上嘛 ，OK 哈，哦，所以抗者，哎，帮我算一下几个，按确定，哦，有没有，然后就跟你讲说，哦，58年次有一个，59年次一个，哎，61年次两个，有没有？那最多年次的话，那是73年次，啊，没有，71年次。但是你说老师，可是我现在我不要说每个个别年次几个啊，我希望是把7年级6年级5年级全部做群组的话，那最后的话可以再利用一个功能，就是所谓的群组。那群组怎么做？很简单，直接在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列标签的这个结果按右键，有没有年，等于是年次的下一个储存格啦，哦，等于是在 A5 储存格上方按右键，它会出现有一个叫群组功能。那我们是希望呢起始值是从50，所以你就输入50，结束值就是到79，79就是7年级，所以里面应该理论上就是50年次到79年次的人都有，哦，然后间隔值的话就是50到59，就10年，哦，所以这边的话就输入10，按个确定。哎，这个时候的话呢你会发现哦，这个几年级生有没有，哎，就全部做出来了，总共的话有100个会员，其中的话呢有57个，哦，是这个7年级生，有
41个是六年级生，这两个是五年级生，所以其实我们马上可以抓出那个这个产品的主要客源了就是七年级生了。OK， 那当然其实的话看数字当然没有看图来的直觉，所以最后的话呢，我们还可以呢再做最后的动作，就是呢把这个表有没有，把它再配合枢纽分析图，快速的变成一个直条图其实这个很简单的一个这个结果，所以用直条图就 OK 了直条图，所以你再点选枢纽分析图，按个确定，那它就会自动怎么样，帮我把这个结果自动怎么样就产生一个图 ，OK， 就放到它的右边了 ，OK， 这个图就出来了其实就一目了然了 ，OK， 好。那只是说呢，上面当然呢，它的那个标题是合计啦，不过合计你可以，如果不喜欢，你可以把上面点两下，改一下这个这个图的那个，不过这个什么这个各年级生统计好了或者什么，这次可以给它一个比较 OK 的一个名称。各打错了。OK 这样的话就大功告成了当然呢旁边还有提供一些视窗，这个可以不要先把它关一下了 OK 另外的话呢，这边有一个这个东西叫做图例，如果图例不要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图例，因为图例这样合计怪怪的，把它 delete 掉好了。好，这样的话呢就很快可以做出我们要的一个简单的表跟一个图，其实花不了多少时间，但是其实你可以马上知道我的客群就是以哪一个年龄层为最大宗的，有没有甚至当然你可以画个圆饼图啦，有没有百分之一个圆，也可以用画圆饼图，就是比例上面可以看出哪个部分所占的比最多也可以啦，所以你也许可以怎么样把这个在这个做这个枢纽分析图也可以改成用圆饼图试试看所以请各位试试看，我刚主要是从这个test 函数所以这边先做出手机号码，再利用 test test 的步骤，第一个先把格式复制贴过来，再用 let 特别注意它的文字，所以用 value 再把这个资料呢透过枢纽分析表做出底下的这个结果 OK， 那最后多一个动作就是所谓的群组那细节部分如果有一些动作不是那么熟悉的话我有些细部我没有把它截图了，不过我有把它录制下来所以细节部分如果还有一些不是那么清楚的话回去可以再把这个细部的影片看一下OK 试试看可能会比较会有问题，就是如果你对枢纽分析表不太熟悉的在那个下方那个值的部分要记得改一下，不是加总那预设是加总，你要把这边点一下值的栏位设定改成项目个数，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OK 其实说真的枢纽分析表现在太好用了，有的时候虽然可以写程式完成，但有时候不见得所有东西要写程式没那么累 OK， 用这个东西最简单，而且枢纽分析表基本上是最很容易取得的工具就是你要装个 Python 每天在那弄，我觉得不如用这个东西来做就 OK 了，当然程式里面有程式的这个好处我就是说你简单的事情的话所以说你交给他来完成就好了 OK 试试看这个是利用我们这个刚刚的这个范例把就是各年龄的这个统计把它做一个统计表跟一个统计